来看共鸡，今天有来了，六月份总共来了7次，再加上今天已经是第8次了，共鸡8度扰台攻光这个月哦。美国电侦机在今天上午也出现在我国西南空域，那若以今年度来算的话，再加上今天已经是15度扰台了。共军又再派了歼十来，所以军事专家接种怎么说呢？他说对方呢是在做压力测试，而且不断在压缩我们的空域，而中国的陆射飞弹又持续在增加，现在已经超过2700枚了。当然美国也蛮紧张的，所以美国有3艘航母舰部署在南海入口，当然做了军事演习剑指中国。所以我来谈谈共机又来了，今天又来了。其实今天啊对台湾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共机来还不是没有目的乱来。今天早上是我国第一个自制的永鹰教练机第一次飞行，然后在这个蔡英文总统跟众多媒体的主持之下，从清泉岗起飞。所以这一次的攻击绕台哦，它摆明是出现在西南空域，要嘛就是在触你眉头，要嘛就是在对你施加压力，表示你在做训练，你在做展示的时候，我也照样入侵。所以大家也不要对美军的 EP3 啊到我们的西南空域觉得说哦，这一定是来恭喜，也不是，他要来收集你的教练机的飞行参数，避免你告诉他的东西不够完整、不够正确，所以两边都派人来不相信我们啊！谁会相信谁呢？你现在看了 John Bolton 的书，你也不相信川普啊？因为我看了波顿的书之后，我觉得对啊，川普现在就 Bolton 还特别讲，多次会议里面都跟习近平哦都谈到了台湾，然后川普的态度呢，其实把台湾 put up on the list， 就是我们在所有被放弃的名单之上哦，库德族之后就我们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也不要多相信哪一个人会永远变成你的后盾。那我们先这样讲，共机过从今年1月开始啊，多次扰台，表示他的目的在施压。如果他的次数够多，会，你知道当年他甚至曾经造成日方哦，他的那个因为太多紧急起飞，所以日方甚至他的这个空中自卫队甚至有人去看精神科医生，因为你每一次只要扰台一进入这个，他们就要起飞，而且是紧急起飞，就是你坐在那边一直待命，然后一待命，然后大概6分钟之内飞机要起飞。所以不管是你的待命、你的着装，甚至你坐在座舱里面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这样子的扰台工作在军事上面、在军心上面，甚至在新闻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好，但是我们来谈谈美国。那美国进行的军演，这一次据说是史无前例，3艘航母啊。它是非常少见的，一艘航母等于一个小国的战斗力。你3艘包含了罗斯福号，包含了2艘原来就在这个南亚这边巡逻的航空母舰，现在都聚集到菲律宾海。那上一次有这么多艘的时候是美朝会谈，也就是美国跟北韩会谈的时候，他那时候有讲，我们现在整个外交跟军事的重心哦，就是北韩问题，所以那时候3艘聚集在东北亚，那个已经是非常大的军事施压。但这一次他往南聚集到菲律宾海哦，目的很简单呐，就是给中方看一看，说我们现在虽然在新冠肺炎的过程当中哦，你们觉得我们好像不行了，我罗斯福号还暂时停靠关岛，我还丢了一个航空母舰的舰长，但我们没有要有丝毫的疏漏。但也因为这个样子哦，所以之前还有一艘这个 FH8 大黄蜂，因为演习的过程当中意外失事，所以代表这一次美军投入整个菲律宾海的兵力跟他的操演都是非常确实，而且是非常高强度的。他的目的就是警告中方说，你不要觉得印度在乱你，我就好像放轻松，没有，我还是照常推动我的军事演习，希望阻止你轻易的从你的守备范围离开到别的地方去捣乱。好，但是外界大部分都认为，一般人都认为，一旦台海出现危机，老美是会来保护我们的，是会帮我们作战的。仅仅如此吗？我们来看波顿所，波顿的新书所谈到有关台湾的这个部分啊，他说，
川普有可能会背弃台湾，所以我们不是一直要跟美国军购吗？而且还递了好多的项目。他说这四项新军购不排除有可能我们要落空喽。我们先讲这四项新军购，其实都是很基础的部分。你看这个 M110A6 Peloton 圣骑士的15公里自走炮，它有自动接战能力，它有这个小规模部队可以作战的能力，所以对于陆战防御来讲，其实本身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如果说美军愿意卖给我们的话，不管是在滩岸防卫或者在近距离的城市攻击里面，它都可以派上用场。那这是一个，当时我们听到都觉得，哎，美败啊，人家愿意卖你这个东西很实用。可是我们一直认为他会卖我们。哎，是因为后面的 M142 HIMARS 这个是一个更特别的状况，它原来是一个多管火箭哦，有点像我们以前的雷霆2000，可是因为它的系统更先进，甚至还可以增程，所以它最高射程可以射到300多公里。也就是如果你今天部件在台湾沿海，你可以打到福建浙江，你可以对对方的机场有效威吓。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就想说，哎，海马斯 HIMARS 也愿意卖给台湾，表示哎，他支持我们做防御性的攻击。那更别提后面还有这个 F-16 的征兆夹舱，它可以在远距离的范围清楚的拍摄到底下的航母演习或者军舰演习，对我国的征兆就是我国的演习跟情报收集也很重要。同样更别提单兵的刺针飞弹，就是你在近距离的时候你要如何防御对方的饱和空中攻击，步兵带着就可以到处爬爬照，它其实是一个很实用以弱势少数兵力对抗强大空军的一个做法。但我们原先的进度哦，是在所谓的询价状况，就是请美国国防部提供我报价单，让我可以编进我的预算里面。但如果今天川普的整个就像波顿讲的一样，他没有把台湾真的放在心上的话，他随便交代国防部一下，这个询价过程会全部作废。但我最想不透的是，为什么波顿会说川普有可能背弃我们？照理说，川普跟台湾是蛮紧的，很好的关系，非常好。特别是在去年，我们的特种部队还送去美国受训，还帮我们训练呢。美台关系在川普任内的确被拉到一个新高点。2019年2月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公布的资料是美国第一特种作战群，他公布了那个资料里面，他没有明讲，我们也没有带中华民国的国徽。作战群是，那就是我们知道的 Delta 三角洲部队。那你看到他特别低调，也没有公布他身上，譬如说配中华民国国徽。但问题，你看那个衣服就知道是我国的迷彩装，而且双方是共同进攻、共同演练、共同作战。也就是一般来讲，三角洲特种部队啊，在各国。过去曾经，你如果有看过黑鹰计划就知道，他在进攻各国铲除当地的军阀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是毛尖部队。那他要做的就是斩首或是把他的官员安全的护送带走。那这种高阶的特种作战一般来讲不是会让这个像台湾这样子的非盟国参与，但如果他愿意让你参与，表示他是他把我们当自己人啊。哎，是，但故事没有这么单纯，因为 John Bolton 在他的书里面写到了，川普有一个耳朵是非常听他的 financier 那些赞助他的人，啊，那些人是哪里来？华尔街，华尔街的他的那一群赞助者，过去在中国赚了大钱，获得很多的利润的时候。他们就跟川普讲，你一定要听中国的话，中国怎么跟你讲呢？你的利益才会最大。所以后来包含了杨洁篪，包含了习近平本人，都在多次跟这个川普会面的时候，都直接讲说，这个台湾你一定要尽力防止它的独立。我们中美关系之间最重要就是台湾，你不可以让他们，不可以卖武器给他们，不可以跟他们过度交好。川普当下都是头连连点头，连连点头啊！对，所以 John Bolton 才会担心。他还特别讲，他说我在离开这个国安顾问的职务之后啊，我看到了川普放弃库德族，结果我不禁想到，台湾在整个被出卖的名单里面，我们台湾一直是被排在第一位的。库德族走了之后，就是我们，所以他替台湾感到非常忧心。